你们现在在做什么？坐着。坐着，为什么要坐在车库嘞？因为我车没电了。哦吼。然后你们在看什么？看他先玩的自己放屁。哦，弟弟，你怎么不讲话？没有啊，没有要走啊。他想帮我换电池。嗯哼哼。然后 Triple A， 哦，我写出过来。等我等好久啊。因为他帮我们送。嗯哼。好，这是 tow truck。啊、是读者车吗？对。嗯。为什么那是他的车？那他的车会不会坏掉？啊。有可能啊。会不会有时候会坏掉？有可能啊。只要车都有可能会坏掉啊。